一家亲在哪里尖叫饭。啊，一家亲啊，有风扇的嘞哈，啊，你们没有中一个啊，没有太多人啊，改天有机会。哎呦，那么多多，哎，美丽的，不是，哎，不是那么的亲密哦，我认识他们在啊，他讲的时候，他一看到我那个，他就讲什么吗？哇，可乐也是很多嘞，这样，啊，所以我们以前就是一起，然后之后一起的时候没有见面，对，然后现在呢，从专业歌手变成专业的网红。啊，你是说以前是谢文要跟你在一起，没有的，你不要不要在一起，没有的，我是要跟宝恩在一起，宝恩拒绝我。啊，来，我们一家亲的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线上的朋友，我们一起左手拍右手，欢迎我们久别舞台的这一对金童女。是的。谢谢太棒了！我怎么
后台，肚子里面吃了四只青蛙。很紧张，很紧张，因为太久没有就是站在新加坡的歌台上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刚刚一出来的时候，然后听到大家的掌声的时候，真的那个热血又再回来了。能够让我再听一下你们热烈的掌声吗？对，快出去了，哇！说啊，他什么笨很多的，很多的，对，相信我，真的相信。他们都是我们的长辈，是我的一家亲，不是粉丝。从我们出道嘛，就从我们就小时候，到我结婚啊，到我生孩子啊，是我都依然这样子哦，看到大家，大家健健康康的哦，这是多好的事。对，希望越来越帅了，好，难怪。哎，不要离开人家的老公，好不好？我只是想谢问很帅，谢谢你。我知道他好吃鸡的，对，我知道可乐为人正直，所以我不担心，我不要担心你了。你放心，我从头到脚都没有什么兴趣，最有兴趣的其实就是你前面这一把头。真的嘞，这么好很拼啊。OK， 是的，刚刚我们今天这么有缘分的来到我们福美宫之夜，所以也知道呢，请到这夫妻俩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是有这卖的发财红包啊，不多不多，剩不多啊，剩十多封而已。对，刚刚好，我们临时五块的话，这个算了一下，一家亲。有几个人，我们就有几个，好不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啦！这个是功德无量天牛肩啊，好不好？一共是10元，剩下一点点，对。但是我们在分享这个发财红包之前呢，其实我有带来一些小礼物来送给在座的各位朋友，这是我们一点点的心意，对，这个，对，我你要啊，你要的话，我怕你在家里看了连你。你可以跟他大开大门，有好评啊！不用啦，有那照片我可以自己去网上啊拾出来。对，然后你站在那个床前面会有什么效果？避孕的效果。避孕的。避孕。OK 啊，我今天有带来一些我们的这个自己就是做的这个扇子，对，因为我们看歌台都会比较热嘛，但这个是新的一款，所以我们等一下一边唱的时候会在台上这里分发，但是大家要注意。扇子了哈，不过以后呢，新加坡这里比较不没有扇子了哦。没有用吗？这个已经用了，可以闪了哦。我可以拿吗？我还有用，我还有用，可以送一个吗？电风扇不一定哦，有时候没有电池怎么办？那怎么办？没电了，你送完电风扇再送吧。Thank you.
Thank you.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你唱一首歌就剩一点点哦。那这是大家的努力，因为我们时常有说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那大家都有做到，因为一份这个发财红包就是一份的这个善心，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感恩，谢谢你们。好，这些红包都是作为这个慈善基金啊，是慈善基金，庙里的慈善基金，是的，我们希望能够也可以付就是可以出一份力啊，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好，那请问接下来我们也话不多说，老师，我们下一首歌。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大家的捧场，谢谢。但是大家如果买了红包，大家都不要过分再包红包给我们啊，不用了。为什么这时候会有？加上老师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啊，谢谢。好久不见。
谢我宝恩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舞台，非常的感恩，谢谢啊，梨花妹送给大家。爱上你永远不后悔，除了你只剩下流血，细雨就像棉花泪，点点滴滴都可贵，
声音，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感恩感恩。那我们希望呢，今天来到这里呢，能够用更多的歌声来回馈大家，因为今天你们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掌声，也很多的欢呼声，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每一个掌声，你们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们推动我们的所有的动力，所以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感恩，谢谢大家，感谢你们大家一直以来爱着谢文跟宝恩，非常的谢谢大家。好，你先喝口水，行，然后再唱啊。好，来，我们今天看有没有办法把十首歌唱完。好，刚刚突然间穿插了一首，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唱到11首歌哦，在这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演唱的歌曲了啊，谢谢，谢谢。好，谢谢。
十年的十多年以上的人哦，或者说他今天刚刚认识我们的人哦，我们希望大家哦看我们，你们会开心，你们会快乐哦，你们希望大家看我们会有更多的正能量哦。你们从他小小看他到现在已经这么高了哦，虽然他没有长多少，但是他有高，有高了。他已经生孩子了啊，长大了啊，已经有高了。那我也当爸爸了。对。他出道来到歌台的时候，也是一个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青涩比较青涩的一个。对，现在就越来越变成黄色了，那是青涩了。哪有黄色？没有了，我没有黄色。啊，对了，因为很正派来着。啊，我是正派。嗯，对。好了，周郎爱胖胖，周郎爱弟弟，对啊，周郎爱乖乖，乖乖。啊，那我们就继续唱歌啦，希望可以把更多的好歌好曲送给大家。接下来是什么歌曲嘞？哦，刚才有大哥点唱了《神奇的马》，我记得去年我有唱过《神奇的马》啊。对，今年我们唱的就今年不一样，今年不一样，对。爱莲对两造，我爱莲多见，你家够没对两造。谁点的歌？你啊，你爱莲造了吗？讲啊，够没吹牛。没吹牛。吹牛。哎，对，够的。好了。啊，不是，这下一首。有老师要准备一下，跟着歌单走吗？可以。好，谢谢。我们就尽量不要安排跟上一次一样的歌，好，唱一些比较。爱莲对两造，前面怎么唱？Thank you.
Thank you.
的观众朋友好，把带回家讲平安讲好喜哦，哇啦来一起我们湖北宫所有的女士朋友到我们台上来，我们来欢迎各大老师好不好？来是的是的，每一年都有欢迎大老师，谢谢谢谢，来我们的所有的全体女士同仁要上台来跟我们的谢温老恩一起拍一个大合照，对不对？来，第一